是我们这次的厨师，他前面花了两三个礼拜的时间，学了超级多厨艺的东西，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天哪，这小帅自己做的吗？就整个是一种很专业的感觉。我很惊讶他会做菜哎，我非常惊讶他会做菜。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做不好吃，太夸张。你好厉害呀！没有啦。哎，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要开店做生意？完全已经那个融入了啊。哇，上菜咯，烤咯，给你口水接一下，这个声音太厉害了吧，又有新菜了吗？的确是我的爱，很好吃，我越来越崇拜他了，真的耶，每天晚上睡前都说帅，你越来越帅了。